怪。照我刚刚说的，这是好了吗？这是急诊的第四次作业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微 LED 显示现在的温度，然后当温度越高的时候，这个 LED 左边的这个 LED 灯会闪得越快，所以我现在让我的温度升高。然后是在超过25度的时候会开始转，这是我的马达。哦，超过25度了它开始转，然后当温度越高的时候 LED 会闪得越快，马达也会转得越快。好，30度咯。行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I'm done。